我们今天来到 Costco 购物，先把车子的油加满，然后才去购物吧。加油站很多人，每次来这里加油了都是要排队的。现在油费比以前贵多了，以前才3多美加仑，现在都升到4多了。其他的加油站更贵，都升到5几了。在 Costco 加油比其他加油站便宜多了。87号汽油价格是4.499美加仑，92号汽油价格是4.899美加仑。加满一箱油花了49.71，已经算是 Costco 很优惠的价格了。我们现在进去 Costco 购物吧。八好漂亮，31.99一盘。蓝莓树21.99一颗。青曲茶草的，减价10美元卖38.99一大包。这个种子草种子减11美元是6.99。这个减1.5美元，7.49。种花种菜的肥土，那有机的可以种那个，你看种西红柿，种菜用的，我们可以买一包回去种菜去，3.99一包哎。哎，减6美元卖31.99，75杯。啊，这个挺好的。30 feet 减5美元卖是4.99。在厨房称食物用的，减3美元卖是4.99。2个25.99，24.99，18个在里面。啊，一盒里面有4个，21.49。杯子挺好看的，盘子还在减价，94美元卖15.99，3个在里面。锅子打折，14英寸，减价5美元卖22.99。这是一大套来的，卖249.99，里面有12样东西，盒里面有4个瓷碗，有盖子的，卖15.99。Costco 的这个碗，9.99，10个碗，质感不错哎，软绵绵的哈。减价3美元卖10.99，很多颜色，还蛮大张的，啊，那挺好的，10.99一大张，地毯，减价3美元9.99，舒服的，减价。3美元卖9.99，卖的挺快的。衣裤来的，也挺好看的款式，减价4美元卖11.99。上班穿也挺好的，悠闲穿都可以的。它还有牛仔型的。的袜子，8对在里面，减价3美元卖9.99。袜子挺好的，好吗？嗯，蛮大张的哦。好漂亮。嗯。挺好的哈。嗯。那摸起来柔软，减价3.5美元卖10.99。
挑呢，蛮多颜色的。有蓝色的，有后面有个粉色的。嗯，很多颜色。紫色的。21块钱。减掉5美元嘛，是4.99。摸起来越好，软绵绵的，舒服。60×70英寸，这个是98×92英寸，这个大张一点 ，queen size。这个 king size，king size 减价6美元，卖16.99。就是能睡觉的那种。对，很 soft。这么大一张，你在床上盖。对啊，是大床来的嘛、，king size，king size， 大小不一样。大个。32.99，它小个的在这里，小一点的12.99。这还在打折，减价3美元，卖13.99，大大小小都是减价3美元，减价10美元。这个14寸的 LED 灯26.99，很大的垃圾桶，不锈钢的，在减价，减价10美元，卖69.99。拖鞋，运动鞋，24.99，蓝色运动鞋，这个也是蓝色运动鞋 ，Skechers。29.99，海用的，减价5美元，卖24.99。新牌子发霉。哦，发霉呀、啊，脏了、啊、哈，反正是去搞卫生，清干净外面的东西，面的那些，就是脚了头啊，发霉呀、啊，青苔哈、啊，可以拿这个来喷，清干净。好的，运动鞋。24.99，女士穿的，24.99一对，这挺好的，不错啊，这个鞋子挺，这个鞋子不错，很舒服的。这个24.99，做一个小白鞋在这里，19.99，女士穿的鞋子。这休悠闲鞋子，休闲穿的，蓝色，很多颜色，还有其他颜色，蓝色的，蓝色、白色，可以杀很多。你看这些，这些很多草上面有这长这个虫呢，可以去这个虫挺好的，减价哎。减价6美元，卖21.99。这一边一般种菜啊，都需要这个。那他吃椰子的。现在桌子挺好看的，1299。配6张椅子，好看的，1599。这3张椅子连起来，还有另外配2张椅子，一个桌子。来的，减价11美元，卖46.99。LED 灯，减价10美元，卖39.99。这一个，两个在里面，减价10美元，卖29.99。外的灯对，放在外面的。等于是你走过去，它就会亮。有那个伸走，有那个敏感器。对，挺好的这个。有人走过去，它就亮起来了哈。你不走过去，它就不亮，省电呗。这个就是思睿的，就放在里面的。一套。这一套工具减价50美元，卖179.99。不锈钢的小垃圾桶，减价10美元，卖24.99。
驱虫箱来的，驱虫箱还在减价，减价1美元8.99，我打折，减价10美元嘛，19.99。机油减价10美元还挺划算的。来的，这打折，减价3美元卖6.99一对，两个。这个是车子垫子，也是减价6美元卖23.99。这个是减价2美元卖6.99，有5个可以用，放在车子里面，空气好。减价哦，这个烤炉减价30美元卖269.99，这个款式。是哦，可以推着。这两款减价3美元卖7.99。还有这一款减价5美元卖14.99。好喝的红酒，红酒也减价哦，减价2.8美元卖10.99。减价，减价5.5美元卖16.49，两大包。3.5美元卖9.99，是鸡肉跟起司春卷。10.69，饺子减价3美元卖9.59，牛肉味的，这个是 beef， 包大小两个，减价5美元卖19.99。哇，69.99。淋在这里哦，超大哦，69.99。它那边有个风，有个风铃在转，是风扇在转，蛮好看的。是哦，有声音出来哦，这个风铃不错哎，我想那么久那个声音。去那个啄木鸟，我觉得是吹着那个在转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用风线在吹。那个真的很舒服。去啄木鸟哈，叮咚，好大的回音在里面。好，是这个，42.99。这个来的，转动起来蛮好看的，这个很好看啊。室外火炉。是啊，室外火炉减价30美元卖119.99。这个在家里玩的哈，那挺好的，可以玩的。减价，减价100美元卖299.99。Costco 还有眼镜、墨镜，59.99 sunglass， 这个牌子，还有这一款，24.99 Cochlear， 32.99单车349，还有那个大单车1449。这个灯49.99，蛮好看的，它可以这样子排着。这一盒里面有6个，49.99不贵啊，是吧？它挺好的。Sunscreen 减价5美元卖11.99，防晒霜，停在里面。2瓶是防晒霜，1瓶防晒油，
防晒喷雾、防晒霜。还不错哦，夏天需要用到啊。减价五美元，卖11.99。SPF 2个小时。2个小时。这每2个小时擦一次哈。那 Costco 好多这些床啊，在卖了599一大个，219.99这个，啊好多，219.99这个，可以坐3个人在里面，那挺好的这个哈。339.99，42.99，很简单啊，就充气进去，放水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给小孩子玩挺好的，还能坐几个人呢，不错哎，蛮大个的，可以坐很多人，好大个啊，哦。这个699.99，这个应该特别便宜。对，这个很大个，超大个的。这个是42.99，是这个。哦，也蛮大了。敷的，159.99，3个在里面。一盒里面有3个。3个159.99，这个价格挺好的。安达高尔夫的，139.99，这个是一个在里面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有个包的那个，自己做样板给人家看呢，人家就不用拆他的箱子。减价4.8美元，卖9.99一大盒。减价4.2美元，卖9.79。9.693瓶，意大利酱、西红柿酱、锅仔，卖39.99。鲍鱼片，意大利，澳大利亚鲍鱼片，29.97。还在打折，减价4美元，卖9.99。里面有20瓶。在打折，减价4美元，卖8.59，18瓶。24瓶。人家5.2美元，卖11.99。人家2.8美元，卖6.99。Clam Chowder 一盒里面有两瓶，一盒里面有2瓶。不冷的尿，宝宝的尿片来了，9美元，卖35.99，原价是4.99，里面有198片，好大盒。这个也是192片，减价9美元，卖25.99，也是很大箱哦，都是尿片来的。这是狗狗吃的粮食啊，狗粮来的，减7美元，卖12.99，哇，好多哦。这个减价5美元，卖5.99，狗吃的，都是粮食来的，动物粮食。洗衣粉，洗衣服的减价4.3，卖11.39。这一款减价6.6，卖是26.39，180次可以洗。这个洗衣服都挺好的。最便宜了，很大瓶，才卖11.39，可以洗158次，不用的。
湿纸巾，减价2.5美元，卖8.49。拿地用的，减价3.6美元，卖是3.89一大盒。金660，站在里面，卖减价2.6，卖7.99。这只是洗碗液，哦，手洗洗碗。我们家还有吗？减价2.5美元，卖5.89。这个是洗碗的哈，洗碗液，洗碗液用手洗的。我买一瓶吧，有时候也需要用手洗。我们有半亿的，两个扫把，然后一个那个铲子。哦，三件套，两个扫把加一个铲子在一起，减价3美元，卖6.99。减价5美元，卖是3.99，24瓶在里面。啊，减价3美元，卖9.99。这个还在减价，减价4.2美元，卖4.79，很大包哦。做披萨放在上面也挺好的哈，就这样吃也可以。或者做披萨，他们美国人就这样子拿着就。其实你煎一下，把它当 bacon 是也不错，味道挺好的。猪肉味的，也是猪肉啊。啊、嗯。哦不。对，这也蛮量还是蛮多的哈，好吧。三种味道，一种是切的好薄啊。啊。切的好薄啊。喜欢吃的还是挺好的，减价3美元，卖9.99一大两盒，减价2美元，卖5.99。Teriyaki 炒面，肉包 ，Barbecue 9.99一大盒，里面有12个菜。减价3.6美元，卖8.99一大碗，里面有6碗蔬菜。这减价3美元，卖6.99，里面有18个。3毛一个。奶茶冰激凌13.99，平均1.1一个，12个在里面。珍珠奶茶冰激凌。鸡翅跟 lobster 龙虾肉，减价4.2美元，卖9.79。还有这个减价4美元，卖9.99。3美元，卖6.49。cheese 11.69两半。芝麻 dressing， 对，哦，调沙拉吃的，嗯，哦，减价2美元，卖5.49，很大瓶啊。它里面有油、水和酱油、糖、芝麻，完了，醋、盐，对，应该还挺好吃的，可以这样子调沙拉吃。大，大瓶哦，应该不错，挺好的，应该很香的。早餐吃挺好的哈。减价2.1美元，卖4.89。这个是摩卡，11.99，48盎司，可以冲来喝，挺好的。巴西森打折，减价6美元，卖23.99，有80克。那，啊，买包发奇参吧，打折哦。这发奇参茶，酥脆饼干来的，看上去还蛮好吃的。减价3美元，卖6.99。那，哎，有 garlic， 有蒜头在里面，还有东西在里面。哦 ，cheese sesame seed， 就是那个有起司和那个芝麻和一些其他的，和一些高丽和 onion，
红茶蓝8.99，312包在里面，平均是2.9分一包茶哈。这茶挺好喝的，对，能泡一大壶，然后再加一些糖进去，就变成了甜茶。是，你可以加牛奶进去变成奶茶。对，三分熟做咖啡，他们会加一两大概两下，加一两滴来调味喝。两勺，两 tablespoon 大概去调那个糖味和香草味。啊、哦，减价1美元，卖3.99的，调味的。增加那个增加香味哈，香草味和甜味。嗯，喝咖啡也可以加两滴啊。对，然后对，就你喝饮料甜饮都可以加。这个8.89 chai tea latte， 这个是奶茶也挺好的，8.89。Costco 的花椰打折，减价2美元，卖14.99一大朵。哦，花都打折，也是哦，这些花都是打折，减价2美元，14.99，全部花都打折。这个饮料减价4美元，卖9.99，里面有4瓶。之后的饮料。全价4.2美元，卖8.49，6瓶，里面有菠萝、桃子，复活的味道。我的鸡，两只鸡16.73，1.49一磅，这两只鸡是11.23磅，16.73，两只鸡平均就8块钱一只鸡，没有。这个鸡腿肉3.29一磅。这一大壶是19.58，18.33一大壶。鱼肉17.24一盒，5.49一磅，3.14磅。鲱鱼11.71，这一盒3.56一磅，3.29每磅。这个鱼，这个鲈鱼3.99每磅，18.31。这鱼肉30一盒，10.99一磅。这是那个鳕鱼来的，鳕鱼肉30块一盒，24.8是一斤。这鱼2.99每磅，15.16。这鱼很便宜哦，虾子减价，减价3.5美元，卖11.49两磅哦。Garlic butter shrimp， 还有这个 beyond meat， 减价4.8美元，卖11.89，里面有10个。吃素的买这个挺好的，草莓巧克力。减价3美元，卖7.99。这草莓巧克力。